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余是多少呢？那我们就把它除一除，9加18加8除以3·2·4加4，用3，3·3·9，3·4·12，6加8，那就是加3了。哎，不对，加2，2·3·6，加4·2·8，整除，所以余是等于0啊。哦，余是等于0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， 余是等于0，整除。